前面会稍微有点热热的。它今天有点火的高温啊，达到一个封肉的效果，然后我们在吃鸭胸的时候，肉汁就被封锁在里面。他们感情那么好哎、欸，对啊。难怪，我好难掌控。什么时候？哎，他这一盘要干嘛？还没轮到他。想说这一盘到底要拿来干嘛？这么开心？饿了是不是？啊？这个太子这么说，难看难看。小的替你百般滋养。哈哈哈哈哈！都是好，集中，一棒棒。这边全部都要面包吗？要吗？都带一份，都带一份。现在先煎大概8到10分钟。这漂浮在这里的是什么东西？奶油。啊？真假的？对吼，你有来吃过，所以你知道是这样的。可是我那时候没有，讲的是就是聊天，就聊天，然后就换等的午餐，就是冬瓜，这是八一呀。这个景看起来不错。金发。Thank you.
要掉下来。暗的情况之下，他会自己补。
哎、欸，没拍到。还是没拍到。
你吃东西的样子好丑。漫画没有结束啊？漫画没有结束吗？漫画还是好，够了够了，谢谢，赶快吃你的饭，来看，看你吃饭。好吃吗？你要沾那个酱，刚好点。中间的话是优格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用水果去沾。这个酱的话会比较酸呐、啊，我可以建议倒在旁边，然后用沾就好。两个白色，这白色不要玩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个棉花，对啊，怎么？我拍一下你的。好了，我可以传给你，我插着还没插下去的照片，我刚好拍一张，有吗？有吗？有，我刚刚拍一张。我要拍，我要拍曾俊伟在吃的样子。那我不吃，快点啦、啊！拍张瑞颖。好了好了，张瑞颖。酸吗？对，三对吧？再擦一下，快点！好 ，ending。我有拍到香肠水就好了。不知道。有时候看到人在吃饭的表情还蛮奇怪的，然后没有，就这样对面逛过去，对面没一个表情，看起来都蛮严肃。星星，你要吃肉肉吗？一点点吃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都蛮好吃的，气死啊！还有卤肉，哎，卤肉都是气死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吗？卤肉可以前吃，哦，那这是气死，气死就是会软掉，那卤肉是一丝一丝的口感。刚才那个都是气死。卡通的，卡通的那个老子都喜欢吃什么？
干的跟。我刚刚讲那个可以像西施胶卷，那个好像是干的，很有分。只要杀他都快饱了，屁呀！好了。